你哈、哦，好来，好嘞哈、哦，从这里上去往旁边出来，然后这里再往旁边拉，然后中间是五张为一。再来是什么？建业。建业木中石建。哦，这下稍微要稍微洗一下哈，但是还是不行哈。建业，好，建业写在这里。好，木。木中，有的人就是容易碰到说像这种字就要连啦、啊、就是其实不需要哈、哦，然后连可以啦，好不好？好，再来是默默凡来众。默默哦，还站直一点点，这样过来，啊、哦，还来从来这样过来，这样出去，这样过来，从这里往这边带，这样过来，直的这样过来。好，明明鸟去池啊，明明很好，我最主要是让大家有对比的哈。明明鸟，鸟去池哈、哦。再来是海门深不见，深不见，朴素还朴素远寒之朴素，好、哦，朴素，好，相送情无限，相送。
沾巾比上司。好 ，OK。这张无讲太好笑，啊，但是还是可以表现的。这个是人家比赛的题目。好，还你有评审看嘛？看这张会当得奖的，这个。这个词我有点怀疑，所以等一下看一下啊。好，这写法呢，行跟草，有时候怎么搭？你要行多一点，还是要草多一点？可能在书写的时候都要稍微一个设定。那当然，你也想说，这篇的很多字啊，在书写上有它的特色，比如说它是适合行多一点的好看，或者是草多一点好看，可能你自己就要稍微有脑筋有一个想法。那预先想事情以后才会下去组合或者是说布局它，这比较重要啊、哦。所以像政府来讲，大概草会比较多，所以你在数学上面利用草书的架构，无论是规矩的安排草书，或者是夸张式的安排草书，或者是利用墨印来安排，这个都是有一些技巧在那里。在书写中要特别注意一下，比如说像这幅墨印啊，墨色用的比较多的对比，啊、比如说这个楚跟你的对比，还有写到这里的一个对比，啊、所以那墨色啊，在你的作品里面显现出来，有这个深浅、浓淡，或者是干湿的对比，这才比较重要啊。所以看一幅作品，如果平平淡淡的，或者是普普通通的，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，啊，会不会让人家精神为之一振，或者是有惊艳的感觉，可能在你的墨色，还有如果通通都一样，墨色也没有好，就是用对比式的，那结构或者是笔画，或者是整个字的这个形态安排。